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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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何老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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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最亲爱的何老师。无意中。亲爱的何老师。童年巨美何老师。河北男。囧哥。最最最最亲爱的何老师。最最最最最最最温暖的何老师。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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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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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永远开开心心的。非常感谢何老师，从出道以来对我就非常的照顾。何老师在我心目中就像春风一样，助力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永远年轻，永远开心，平安健康，幸福长存，越来越帅，发发发，明年有你，青春有你，未来也有你，还开心。谢谢你何老师，辛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哦，爱你，比心，我爱你，行吗？耶，何小屋，生日快乐。我是一个很有营养的单身男子，孤独行走江湖的大侠，给我一天还你万年。我的名字叫何小屋。何主任。何孤独。何大嘴。小弟弟，小弟弟，给你个东西，你要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以把手伸出来吗？我你要吗？哎呀，我想给你个东西，你要吗？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呀、啊！我你要，不要把刀放下。今天我还没有作诗，我背给大家听好吗？我给大家念一念，想不想听啊？不想。你们想听吗？不想。跳过，那就跳过吧。我只想占据你的世界十步。我的天哪！你看这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？哇。你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吗？你喜欢呵护你吗？我知道他在哪里，他在我心里。接下来干嘛呢？我们接下来干嘛呢？你非常非常的关注的不是码，而是码字。这个是一个书信码，又不是日记。谁想要这个东西？他为什么要这个东西？拆拆！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找不着钥匙。哦，有个手机哎，那是种子，那是种子，它是两层的。你也不是穿越来的，这个门没有打开过，孩子怎么会被带走？跟这件事情的关系？别的灯泡那个应该是一个画，画是如花的儿子，到他一定的境界，管见之间人过去。为了避免我们在2038年、2048年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再回到2018年，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活好现在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值得珍惜的时代珍惜你遇到的人。是什么人最喜欢娃娃机？其实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父母，一个人在家里，对，一个人在家里，所以他们没有人去关注他们，可能只有去娃娃机那抓娃娃的时候，才会有人围着他们说：“哇，你好棒啊！”或者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怎么没抓起来？”那个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存在感的象征。同学们，咱们来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来，多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对，有本事你来找我，我在写诗。神经病啊你们！下面请欣赏诗歌朗诵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何老师。表演者：大侦探戏精导演组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何老师。祝您永远三岁，永远快乐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祝您生日快乐！祝您生日快乐！祝您。笑笑的 LV 去，神经。
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上听上听悄悄过去，留下几番心呀，心底呀，心底还有阿玛尼。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，我又想起你，宝格里宝格里怎能忘记。让我变成星星守护你，可以躲在云层偷偷照亮你。让我变成星星守护你，解开寂寞星河中你的谜底。珍惜，然后觉得很幸运，看到我的生日蛋糕颜色越来越深，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我的期望也越来越深，所以我会继续加油。时间的跨度，短的是三两行情诗，长的是用一生陪伴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爱像阳光倾落，边拥有边失去着。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。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，因为你有梦可做。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，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爱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